真也有义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哦，咱有血有骨气，咱是活着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嘿咻嘿咻拼落去，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行工位，咱就是我听的好兄弟。你的代志也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如意，也是我的欢喜。无论好歹时机，无论有钱无钱，你我甘心来相挺。嘿咻嘿咻，拼落去。白虎哩，你会当相信白姑娘？因为有当阵啊，亲目睭所看到的，不一定是事实。可能你拄则嘛有看到，只要是会晓发誓的人，他虽然有心想要害白姑娘，伊就当变成白姑娘的模样，将白姑娘衰台死了，才阁无落给白姑娘。是啊，阿娘，自从我的昆仑山修炼了后，我当变成真济动物，还阁变成别人啊。真是是安尼，那呢，伊那点都毋是你大事。是讲，到底是啥物人害死白万岁，要诬赖给白姑娘的？阿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将代志调查清楚。雪莉，我希望你莫再插这个代志。娘，你这世界是不明不白，你是来跟我卖关的？你哪样？真是在寒冰顶，恁阿爹，骨死个不明不白，咱爸个，我只有剩你一个查某囝，同我相依为命。我无希望你搁做什么差错。娘哩，我有事相求。哎，白夫人，你先坐下，你先起来再搁讲。娘娘，阮伯家历代为国尽忠，为我百姓生活，予人人会当安居乐业，抵抗外敌，永无怨言。也毋过，阮伯家即摆干呐剩阮母仔仔两个人呢。娘娘，是毋是会当我要求？我阮四哥回来困我伯家村过几年啊平静的日子。张金娘，说起你才困觉，请你会当答应，我辛苦咱娘辛苦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这件代志都由本宫来处理。多谢娘娘，你们客气。今嘛，这家村萧环杰啦，伫对付西岐的兵马，就算讲萧环敢那厉害，我真唔相信以伊一个人的力量，会当对付西岐这么侪人才。那是安尼来，恐做阿姨，都袂有啥物危险才对。嗯，不给。苏表，我搁念一遍，看你准备的物件有齐全无？苏表，都准备好。嗯，喜食一堆。有啦。嗯，喜中一袋。有啦。
金龙是牛山。有啦。凤冠霞帔。有啦。赞。不过，上重要的是你敢有通知咱西岐上好的总铺师？当然嘛有啊。随便，你想看卖，这届哦，你为着因这个白光年婚礼，旗开好几百桌啊，对不？你搁请哦，遐侪亲朋好友，搁西岐所有老百姓啊。我不管，当然嘛伫个。你第一瞬间哦，我赶紧传了好啊。无那个时阵哦，需要你你来帮我哦，安尼我不叫食袂着啊，对不？你错！记得你可能是要想贱尔尔啦。我跟你讲哦，这摆尤振的婚讯，你若甲我搞出来吼，我就让你试一下迄个低俗臭啊死！好好啊！对啊，我若搞砸，阿苏彪要请我食低俗臭肉丝。苏彪搞遐好心，伊好贵哦。苏彪，什么是德顺茶肉丝？你唔知啊？对啊，人咧讲哦，搞不懂就问人啊，啊搞得懂哦就打人啊，啊如果没人懂哦就问神啊。啊师傅点嘛，他讲啊，咱人哦莫爱面子，那唔歹代志就一定爱问人啊，所以哦爱亲身去体验，才会记你啊，对不？对嘛，苏彪，我甲你拍好啊，好，无问题，我即摆就甲你讲一个德顺茶肉丝咯，哈。这个当然嘛知啊，这就是吼，迄新郎有无？迄个爱新娘的红盖头巾啊，迄个裙啊。啊，你敢知啊？这个裙啊是用什么做的呢？竹啊做的啊。既然你知影这竹啊做，我就给你试吃一个德顺茶肉丝的威力嘛。我来这德顺茶肉丝哦。吃了有爽无？敢要吃无？哈？哦，慢，吃到爽的啊！我不惊，以后无想要吃。再就好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摆杨振的婚事吼，你若是无甲我穿了好，若给我闹开吼，我就搁给你吃一摆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检查看卖下来吼，天气哈，他妈生气，好不好？哦哦哦！但西边有当时装一支电话条啊！够水啊！啊，尤太是你哦！哎，尤太，啊你惊咯？是拢无咧看咯？是啊。喂。喂。尤太啦，紧嘞紧嘞紧嘞，迄物件都给你准备好，你紧嘞来试穿一件新郎衫嘞，吼。好，下你过来。尤太，我相信哦，你穿咧新郎衫落去吼。叫烟斗的，好，来，水哦，不，哦，烟斗，福林，不急，多谢恁好意啦。不过，我还是要甲恁讲，这桩婚姻取消，我无想要成亲啦。哎，这，你等来啊，来，你甲白小姐见阿爹安怎？这代志办了，又在哪？你即摆电话甲我讲清楚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先生，你敢知影？迄刷金买花旗被拉上娘子，原来伊早就甲萧环、萧富水订婚了。啥？啊，白姑娘已经婚约啊？安那容易啊？啊，尤振若含白姑娘申请，啊，恁尤振毋是变犯着通婚罪啊？啊！臭逼，臭啦！你是阿讲话也袂晓讲话啦！你莫在遐卡钱花道哦，你一点作用都无呢。管总嘛是迄个白雪清犯重婚罪，唔是尤振啊。尤振，那你白元是安那讲的？白元帅已经死啊！你讲白天白已经死，而且是叫刷金一亲手杀死。真好可怜呐！虽然白姑娘伊武功厉害，法术高强，但是我安怎看？伊都无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代志出来啊，对不？无，苏彪，这不一定哦。来，俗语咧讲无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知官知气不知道。古语讲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用斗量，山水更不能用手量。你想看卖，
顶下你也要独去哦，因为对面的时阵无，伊差煞害死你。迄好牙在油灯无出来，若无出来这杀骨业主哦，到时阵哦麻烦就大哦。我知，我讲唔对啊，我唔讲，好。心想，我是明白。哎呀，尤姐，甲白雪琴的婚事，即摆第一重要关头，讲歪结就歪结，那你是安怎啦？既然呢，那恁即个婚事都取消啊？取消？我怎么来应的啦？尤姐甲白姑娘的物件，我阁不给侬存好啊！啊，即摆讲伊歪事情就歪事情，我最传的物件是变安怎啦？也阁有。我随时啊，准备予咱随机的百姓食一粒空来嘞。啊，一包海百几桶酒菜，啊是要怎？啊是要怎啦？啊定金的金付完嘞，是要怎啦？啊不，啊，安尼，不如安尼啦。以前吼，咱申请的时阵啊，你还袂做新娘，我嘛袂做新娘夫人啊，对无？啊，咱一切婚礼吼，拢就简单嘞，会过就过啦。啊，不如吼，咱就趁一摆机会吼，咱再结一摆婚。名声若好，才有空，金的招牌。心肝来放作对，脚步着徛工位，咱就是肝疼的好兄弟。啊，不如吼，咱就趁这摆机会吼，咱搁结一摆婚，来保险，你意下如何啦？有白来，就弟，你莫大刚想迄有诶无诶哦。这还袂用诶哦，啊，我再第二摆先，我计也是安尼。咱替不给甲花花办婚事，算不给伊包着啦，咱替办办的啦吼，来甲花花申请啦。无喏，哎，苏淼，你讲我着生气啊！我花花是相亲相爱，阮当然办一个世纪的婚礼，哎，哪会当爱清清采采着？搁再讲，嘛爱经过阮丈人逼你后，搁咱伟大后人同意再办呀？哎，我不要。安尼是要安怎啦？我是要安怎？老婆，咱替尤姐庆祝，伊想婚想袂成啊！好，我来办啊！好啊，卖过来胡白讲啊！啊，我即马要烦恼另外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啦？白天白已经死啊，那咧刷落来，到底什么人来接白冠水晶？我看我是向叫杨冰姑姐。阿爸爸啦，阿妹，你莫吵，你给我担心妈妈啦。你这个婚事，你是要怎解决啦？苏淼，你爱看我。不会怕哎、欸，别怕，你乖吼、哦。你刚才那师表非常需要胸贴，你就无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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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动吼，你这吼，白姑娘吼，这婚事的代志吼，师表我都专款交予你处理，还佫有迄百几道的酒菜哦，嘛一并拢予你处理啦。OK， 哈哈，阿妹哟。来，苏亮。小环，对即马开始，你就是元帅。多谢你们，这么快去小环，小环二老已经更加尽力完成任务。那是会当安尼是上解好，希望你唔通让本宫失望。虽然讲白家的母仔囝即马已经倒去困我白家庄了，也毋过，这白将军甲白元帅到底是安怎死？我赶快来继续调查。
而且我会抓一个水落石出。玉庆，玉庆，我即摆已经将元帅的职务交予萧焕了，这应该无啥物代志。你跟我回来去调歌。我不爱。你若要回去调歌，你家己回去。我要继续留在这，帮助伊广大社稷。好了，既然若是安尼，咱就继续留在这，帮助萧元帅。我有代志要先出来去。玉慧女娘，俗话有一挂代志，唔知会用问。什么代志？你讲。玉慧女娘，俗话感觉探亲女娘，敢若无亲像要甲我斗三工，讲打世纪。哪有啦？你莫有白讲。玉慧女娘，都敢若亲像你所讲的同款，探亲女娘，伊敢若一直暗合世纪，尤其是迄个强主啊。哪讲到这挂代志，我来生气。你竟然为了强主阿胖！是啊，淑华嘛，感觉这样代志啊，唐金娘娘对你安尼做是有较超过。我哪讲，恁两嘛是姊妹啊一场啊，伊嘛无必要为着一个该死的强主啊，对你来起甲动手啊。所以淑华感觉，唐金娘娘根本就无想要甲我斗相共，甚至有可能叫强主啊灭血你。名声若好，才有空。心肝来放作飞，脚步着站工位，咱就是汗拆的好兄弟。所以小华感觉，唐金娘娘根本就无想要跟我斗相共，甚至有可能叫强主啊灭血你。可，既然是安尼。我绝对袂放过孔子啊！我绝对爱死。无唔对，我萧凡嘛绝对袂放过孔子啊！好。啊，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啦，这个孔子啊是害我真凄惨，伊不但害死白将军，而且阁叫杨戬抢走我心所爱的人。即摆白夫人甲雪晴两个人已经伤心离开这个所在啊。回去因白家庄啊！我心内在想，我恐惊一死啊，无都好看得出去。萧万岁，这件代志你会用放心，只要你帮助我消灭世纪，杀死强主啊，我就应该向大王禀报，请伊赐婚。到时阵，就算白姑娘伊无要嫁你，迄嘛袂用的。多谢女娘。萧文水，本宫这么跟你斗三工，你要怎报答本宫呢？这，女娘，请你较注重些。萧焕，你敢违抗本娘？请女娘信哦，我萧焕心内，敢那白雪琴一个人尔，所以，除了这件代志。假使娘娘若爱我做任何代志，我一定做到够。你，萧万岁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这么痴情的人。好啦，本宫上喜欢你这种痴心佮专情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全力帮助你消灭世纪。多谢娘娘。算讲白雪琼无同意爷爹替伊所定下婚约，伊嘛无可能因为安尼就将爷爹杀死。相传杨戬会认为白雪琼就是杀鬼凶手嘞。敢讲有人要陷害伊，有人想要灌溉白家族的势力，那呢白云的死？甲这人是不是有啥物关联？
你来。人，脚无永远徛在。